享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太混乱了。再一次。我一直跑，不晓得他打不打得到。
剑啊，光剑我应该是没有拉平看，不管反正打死。有这个雷天柱应该就是了吧，不知道强不强就是了。还要问题，我现在要怎么出去？方向了，哦，还有三只大奴，我转弯了你，看来我要捡东西得堆尸点了。各种奇怪玩法，从嘴巴穿搭就不太可能了吧？我觉得我要死了，这里还有螃蟹。下城有两个路口，两个路口，看等一下能不能遇到咯。对对，我应该可以看看刚刚那一招，我这招超少用的，这要点奇迹才可以用。他们要点奇迹对不行用就算了吧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怎么知道有这个的？哦，有有有，原本就有。跟你拼了！啊！啊！我先把这边的东西捡完再来说。
达到吗？你还达到吗？还有一条路，宝石头，跑，别跑！哇，好多宝石虫哦！糟糕！打断！哇，我绕进来了，等等再续吧。讯息？啊，你一个讯息在这边，我是要去拿这个。哎，这很贱哎！我这样怎么拿这个道具？超过危险了，虚拟灾难。那是李安的朋友。李安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吗？他为什么打我嘞？我没资格。爱情的预感，看都看不懂，哈哈。我没资格，好像有歌可以唱。结婚。
我什么时候跟阿里结婚了？还是安理，安全区，点点点啊！不是，这里不安全吗？人家骗我。结婚是比较后面的剧情的话，是比较好奇。变成一般的魔法比较厉害了，不是之前我就遇到好几次的那一只吗？好痛！本来要结婚的，可是我去游说教堂，没有跟他说到话。原来如此，我已经错过他结婚的机会了。天河与火有 NPC 可以讲啊，这个我上次就没有找到，在教堂那边的时候也是有说什么天河与火可以有的打啊。等等，最好怪会重生好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
行行常在走啊地方不一样吧，我觉得身上多了一些红色的光芒。刚刚对面不是还有一只吗？火都没有什么用啊，连这个都变成活系的了。还有一只，好毒哦！等一下，好毒，太毒了。他不会过来吗？这毒怎么扣血扣这么快？我觉得会被毒死哎。火焰在这里没有用了，换剑可以用来戳戳墙壁。那边我就不过去了，刚刚打过了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墙壁，讨厌。那么毒。还是要清掉了，不然等一下被围攻，我哪活得下去？
手上拿剑袋还是用魔法剑子用来戳，看有没有隐藏门。哦呦，还有还有。我还没到楼下，才刚到而已。这该不会是怪吧？怪物就对了。啊！啊！出去！哦，我一下就死了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天亮说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